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耀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敬轩。Yeah. 对，然后今天我带来了新的作品，就是我的最新单曲《一路向前》。然后这首歌已经在各大实体数位平台发行了。然后这首歌的 MV 呢，也有特别邀请了敬轩，然后还有小安，你有拍？ Yeah, 我有拍。对，还有参与，然后还有魔俊一起来拍摄。对，好诶，那我们可不可以等一下就听听看新歌？想听，想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请古耀威来现场演唱他的新歌《一路向前》。耶、yeah! ，欢迎。有你